我们曾经在这里见识过极致的闪电心算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呈现给各位的这样一个挑战项目，我们的挑战者根本就不用眼睛去看这些数字，他们是用自己的耳朵来听。五百五十九，八百五十一，三百六十七，八百九十六，八百九十八，五百六十九，八百七十五，一百二十三，六百九十八，七百九十八，五百六十九，八百七十三，一百六十五，九百八十九，九百四十六，二百三十五，八百七十六，五百九十八，五百四十九，八百一十五，九百八十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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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们来看，正确答案是66948。第一位任超，他的答案是6。六，啊，六啊！他的后面三位数都错了，66629。我们来看刘航，六，六。好像是九。哎呀，66483也是后三位出现了失误，还剩下两位挑战者，看看这一轮，六，六。刚才的两位都是在后三位出的问题，我们来看韩雨莹的第三位，九。四。韩雨莹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吴雅琪，六，六，九，没问题。看后两位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四，最后一位数。啊，漂亮！吴雅琪挑战成功，掌声送给两位挑战成功的选手，祝贺你们。